今年是农历猴年，所以到处可以买到猴年的这个装饰品哦。我在这里约了一个朋友，他是地道的邦加岛华人，对中华文化也是相当了解，所以现在我就要先找到他，走，跟我一起去找找。美丽春天属于我们的，今年是时候如意。哎，健姐你好。哎，你好！你在买什么过年的物品呢？我在找春联啊、吊饰啊，一些就是过年要用的东西。准备过年的物品。对。哦，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现在转眼间又到了这个猴年，你知道哪些关于猴年的这个吉祥话吗？猴年的吉祥话啊，跟猴有关的哈。猴年哈，我想想，有不少啊，包括有马上封侯啊，猴年顺利，猴年大吉。还有猴成得意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用的、常说的这几个吉祥语。哦，所以看来这些话都跟猴年有关。对，都是跟猴有关的。我想了解，现在人家就是这个福字，通常都是倒着这样贴，对不对？啊，你知道它的含义吗？这个福字要倒贴，这个历史其实要说起来，从明朝就有。哦，因为从怎么说呢？对。因为那个时候说传说了啊，朱元璋那个时候他就是用这个贴福字做一个暗杀的记号。有一个村民呢，他把这个福字，他不识字嘛，村民嘛，他就把这个福字呢倒着贴啊，然后皇上就气了啊，皇上就怒了，把他召进宫要杀他。然后就马皇后就说了嘛，哎，这个福倒着贴呢，就表示着福到啊，福到就福到，对，福到了，就是这是吉利的，就是好的这个。所以，不管是福字或者春字，反正如果倒贴就倒贴就表示那个福到了，春到了。对，原来是这个含义。那身为这个邦加岛的华人，你是客家人呢？我是潮州人。你是潮州人，但是在你们那边在过年前通常有什么习俗呢？我们那习俗啊可多了啊，怎么说呢？我们基本上从腊月二十三，从十二月二十三就开始过小年，这个过小年可是一大日子啊，大家会先祭灶，对，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哇准备各种各样的这个过年的这个活动了。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过年前准备的东西嘛，那在过年这段期间，你们会有哪些准备呢？或者我们从除夕谈起。从除夕的话，就是先祭祖，早上要先祭祖。是。早上祭祖以后，然后就是准备团圆饭了。对对对。就准备团圆饭，晚上就吃团圆饭了。你是潮州人。潮州人。我是福建人，在我们福建人的家里呢，通常我们在家里会这么做，就是早上祭祖啊，晚上吃团圆饭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出远门的或者在外地工作的人，他们都会回家跟家里的人团圆，吃一顿团圆饭，表示这个全家团圆嘛。是晚辈的给长辈拜年啦。对、对，然后就是家，我们就一大家子就会就聚在那边，一起吃个好饭呐、是，就是这样基本上。所以呢，小孩子就会给晚辈的，给爷爷奶奶拜年，给一些长辈拜年，对，这是必须的啊，对，晚辈的长辈的就派红包，那已结婚的人也会发红包给长辈。但是呢，在进入下一段我们的谈的话题之前呢，我们要先带着观众朋友去看一下这段报道。好的，我也要提到红包，我现在就想到要给我妈找红包，找红包袋，我们先去找看看红包，找一下。农历新年可以说是华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每年从农历十二月底开始，过年的气氛到处洋溢，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年节习俗。这个喜气洋洋的欢乐时刻，更是与家人朋友团聚的好时光。接近农历新年，到处可以看到兜售红包袋的摊贩，红色的红包代表祝福和带给对方好运，因此红包文化是自古以来华人过新年的一种特别习俗。Imlek mempunyai banyak arti. Yang pertama, arti astronomis, karena itu awal dari sebuah sistem penanggalan, penanggalan Yin Yang Li atau lunisolar yang kemudian kita kenal di ketetapan Menteri Agama sebagai Kung Jeli, tahun baru Konghucu. Kemudian yang kedua,
dia adalah awal dari sebuah awal kerja pertanian. Karena perhitungan tahun baru Imlek dimulai pada saat musim semi. Pada zaman itu bertani hanya sekali setahun dan itu dimulai musim semi. Kalau sekarang kan bisa 2-3 kali. 农历新年发红包是大孩子小朋友最期待的欢乐时刻。长辈给小朋友的红包称作压岁钱，表示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已婚的人发给未结婚的朋友，表示把祝福和好运带给他们。还有晚辈给长辈的压岁钱，是在期盼老人家长寿。因此，发红包除了体现华人注重礼尚往来之外，还有儿女们孝亲的意义所在。Kita kalau hari Imlek pasti kita kumpul-kumpul keluarga, anak, cucu, family semuanya. Nah kita bagi-bagi angpau untuk cucu dan keponakan-keponakan satu keluarga semuanya. 象征大吉大利的红包，不管是送给长辈或者送给晚辈，都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承载着对新年的新期望。哎，红包，红包纸在这边。对，你看今年的红包纸就是猴子，是，你看这个有孙悟空的，猴年吉祥，你看都是猴，跟猴有关的。对，所以过年穿红色衣服，贴春联，发红包，这个是长久以来华人社会的一种习俗。那讲到这个压岁钱，你知道它的由来吗？这压岁钱呢，说这个由来几千年了啊，中华文化怎么说呢？这个当以前这个压岁钱这个红包啊，它不是我们现在纸币，以前是发那个铜钱、铜币、铜板的，对，铜板的那个是是。对，这个压岁钱呢，它为什么叫压岁呀、啊？它这个是一个也是图个吉利，因为这个岁岁月的岁跟这个邪岁的岁它是谐音。啊，所以这个长辈给晚辈派这个压岁钱呢、啊，就是压住这些邪祟的，保这些晚辈平平安安长大啊，度过这一年。对，迎接农历新年特有的节日呢，这一天呢，大孩子小朋友都非常期待哦。老一辈的人等候孩子们归来，一家团圆。这时候回到家里探望父母，吃一段团圆饭，相信呢都是喜气洋洋，充满欢乐的气氛哦。我们在看完这段报道之后呢，接下来就去拜访一个朋友喽。是，我要给你介绍我一个朋友啊，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你想了解这个关于中国过对这个过春节的这个文化，我们去拜访他，我们去问他，我知道他现在快春节快过年的时候啊，我知道他会在哪里，你跟我走准没错了。好，来，那我们出发吧。我们走。橘子树黄沉沉及饱满的外形，添加迎春特色，让其在年花市场上屹立不倒。雅加达的年花商家早在过年前就从中国大陆进口各种橘子树。根据商家透露，一般最受欢迎的是橘子树和金橘树盆栽，而且这两种橘子盆栽味道极酸而不甜，只能用来观赏。不过在过年期间，大部分的橘子树已经被大量抢购。印尼的气候不适合种植橘子树，虽然可以成长，但橘子的外形始终无法变成金黄色，只是从绿色变枯黄色。许多商家只是在农历新年期间才会引进这种橘子树。不过这一种年花就不一样了，在印尼各地的气候可以成长的火龙果，在过年期间也获得顾客追捧。火龙果红红的果实显得分外迷人，同样是吉祥的象征。Banyakan milih yang pertengahan ya, yang enggak terlalu besar, enggak terlalu kecil. Itu memang paling banyak dicari. Ya mungkin di samping harganya juga relatif terjangkau.Juga buat pajangan itu kalau buat rumah itu dia lebih pas. Kalau yang besar-besar biasanya buat ruangan-ruangan yang tinggi, yang luas. Di 华人的心目中，金黄的橘子象征大吉大利，而红火的火龙果可以带来好运气。
无论是哪一种吉祥代表，最重要的是农历新年一家团圆的美好气息。